像村支书。桑稚的那些浮夸的表演。嘉勋，嘉勋。拜嘉勋，出租车来了，拜拜。Happy。喝干嘛？那是他的酒还是我的？我的先走。来了来了。always 说出来，要记得放回去，不要说出来。发生了什么？说出内心话。always 说出来。所以我要抽钥匙出来。你应该对，你要说开车送我。嗯，好，我就送你们回去。坐我旁边一晚上都到了，好凶啊！温柔，没有，因为我要讨论一个事情，因为我超喜欢这种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本人很喜欢，真的假的？就我本来就是很喜欢，然后我不知道。